请收看智慧菩提。伽玛巴语录，伽玛巴语录十二，我们再来谈皈依的根本，皈依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除佛外无究竟导师，除法外无真实道路，除生邪外无他伴可同行法道的认知。当我们想过河时，一定要有船夫才行，船本身自己不会动。但假如我们所依非人，便会迷路。因此，我们一定要找对同伴，一同行于正道上。这里指的就是生邪。对众生慈悲，乃是一种希望能带领一切众生由轮回海之各种问题和痛苦中解脱的愿力。这些众生累劫来都曾为我们的母亲，照顾我们，关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帮助一切如母众生由痛苦中解脱，这就是慈悲心。我们应该尝试着改变自己的个性，但是奇怪的是，我常常听到人们说，我的性格就这样啊，不然要怎样？很多人一生过去，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也许心性真的很难调伏，但也就是因为它是如此难以驯服，所以才要调伏，不是吗？
如果我们内心有着深厚的佛学底子和实修体验，这当然值得赞叹。然而，就算没有如此的修为，只要心中保有一念不害众生的心，这就已经是功德一件了。因为这念心已经帮助你自然而然地在自利和利他了。希望大家铭记在心。典当中也提到，杀害动物的话只是犯了他胜罪，但是以菩萨戒的角度而言，没有这样的差别。由于菩萨是对一切众生发起大悲心，因此只要是刻意伤害众生，哪怕只是一只小虫，也会犯菩萨的根本堕罪，这一点我们都应该谨慎。法王说，当然要能100%的改变，也不容易做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连佛陀都没法用一个方法改变所有的人，更不用说自己了。所以我们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就算只能做到一个方法，也要尽力去做。就像我以前说过，符合佛陀心意的步伐，一步也不可延迟。重点就是按照佛陀的脚步，勇敢地迈步向前。珍宝在于手中时，不知珍宝之价值；失去手中珍宝时，生起万分大后悔。如果虚指人生，以后想要再次得到暇满人生，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般凡夫深陷轮回的痛苦中，要升起一点点善心都很困难。但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有人愿意升起善心，甚至行持广大的善行，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我们对于即便是一个微小的善心、善念的升起，都应该要去随喜，不应该轻视。什么是轮回？有人给了一个定义，说是不完美、不圆满，我觉得说得很好。的确，人生总是苦乐参半、毁誉参半，不要太在意，否则则是和自己过不去。就像热水本来就会把你烫伤，冰水本来就会把你冻伤。当你碰热水被烫到，碰冰水被冻到，还觉得吓一跳，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说他人过错，马上就成为自己升起烦恼、增长烦恼的因与缘，也令他人升起烦恼。法王开示，的确有佛的化身成为女众，也有如杜母般以女身成就的，只要具备愿力就可以。但这不是要让你和男众去竞争比赛谁才能证悟，这种世间的男女竞争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男众或女众，只要有慈悲愿力，就一定能成就，不一定是仁波切才行，而是你们每一位都有可能。
因为内心的力量，或者称为内在的修正力量是很大的，它能够细微地、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虽然不会马上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改变或感觉，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将能够调伏自心。基本上是不需要说他人过错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人有罪过，那么罪过的果报是必定会来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说他人的过错。因为说他人罪过不会更甚于他人所获得的罪过果报，果报是必至的，也因此我们不需要去到他人过。尤其是如果只是看外表而说他人过错的话，会有依人不依法的过失。佛教没有一开始就要你信仰三宝，而是要你了解身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和能力。并且思维依此人生对众生能成就什么利益，或造成什么伤害，了解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会发觉，怎么我一坐下来想要观修菩提心，偏偏脑中出现的都是一些跟菩提心相反的事。这就表示你在生活当中太少思维佛法了，你并没有去习惯、去思维、去观修慈悲心。修行就是随时要锻炼自己的心，
透过生活的情节，随时训练自己。春阳普照大地，洒落一地的银白，微风徐徐拂过树梢，带来盎然生机。越过幽闭小径后，放眼望去，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位于嘉义县民丰埔石的梅山乡，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林木葱郁，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滋养着许多物命。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当欲望围栏接近，狗儿们就愈加热情，此起彼落的叫声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无不烙印在脑海里，令人难以忘怀。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珍惜这难得的喜悦，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像是黄牛、耕牛、水牛、乳牛等，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玉米、谷物等素食饲料，有的嘴里纺出食物，有的做谋谋生。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与之四目相交，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欢迎着我们的到来。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并维持园区的运作，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Thank you.
的所走到哪里哦，看到贫穷人就跟他念南无多宝如来，希望你发财，这也是关心别人。你能够拿钱给他就拿，不能够拿钱至少一个念头对他很好。经过学校，很多小孩子在读书，跟他念南无文殊菩萨，哦，愿他们每个读书都很读得很好，那你就一个很好的念头啊。经过人家的商店，哦，南无多宝如来，希望他发财。经过医院，南无药师佛，希望大家健康。然后你每天就升起很好的念头，啊，开车的时候，哦，念大悲咒，啊，愿大家开车都平安，不是你平安，而是每一部车在高速公路都很平安哦。然后你这样想的话，那你的功德就很大，啊，我一直念大悲咒，希望我不要车祸，那你就弄掉，因为你是自私的。我讲的是别人都很平安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啊，你要开始修无我，没有自己，只有众生，叫空性嘛，叫慈悲心啊、哦。就像观音菩萨手上永远拿着杨柳枝，拿着水，走到哪里要洒甘露啊，让众生清凉啊，不要痛苦啊，要24小时这样的去想啊。那大势至菩萨，所有的众生都像他的父母一样，他头上有一个瓶子。里面装的是爸爸妈妈的骨灰啊，啊，他要孝顺父母，要孝顺众生，啊，所以他变成最有力量的，叫大势至菩萨，也叫金刚手菩萨。今日是六斋日，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